你觉得挑老半天了，你挑好了吗？这不行啊，这挑来挑去也没几个合眼缘的。你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吧，这临时工，不行，这事儿挺难办的。你不行，我来挑。你看，这个看上去挺老实的。这个，你这长得有，配不上殊荣。这个总行了吧？挺斯文的，又年轻。这个长得还行，但是我听说他妈脾气不太好，那淑荣嫁过去不得受婆婆气啊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啊！我看你就是活活要把牛淑荣往那个劳改犯身边推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那个劳改犯在厂门口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已经向牛淑荣求婚了。求婚？啊？你啊什么啊？就是啊。就在厂门口啊，众目睽睽之下，真不嫌害臊。不是，喜梅，跟你说个实话啊，我觉得齐伟对我妹那样好像是认真的。你看那天在厂子里边，二话不说上去就救我妹，我这当哥哥的都自愧不如。你说我。最风光，当兵那几年，也没能给淑荣做点什么。这回呢，淑荣要是真喜欢那个齐伟，真想嫁给他，就让他们结了。牛成国，你是疯了吧？你脑子烧糊涂了？啊，你亲妹妹要跟一个劳改犯结婚了，你还觉得可以？那是个劳改犯，是坐过牢的。再说了，你不为你妹妹想想，你为你自己想想行不行？啊？你以后还想不想调动工作？还想不想提干啊？到时候你工作一提干的时候，家里一政审，有个劳改犯，你提个屁呀你！他们俩结婚，我绝对不同意，不可能。不是，那你不同意就……行了，你们俩别吵了，先吃饭吧，有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。我还有事情要宣布呢。妈，您要是要宣布淑荣结婚的事儿，我就不出去了。反正你们牛家想跟劳改犯扯上关系，我一个外星人我没有办法。我相信我要说的事情你肯定感兴趣。我们单位要分给咱们家一套房子，我想趁着大家伙都在的时候，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。你要是不愿意来呢？我也不勉强。坐下吧。齐伟在啊。齐伟，今天这顿饭是我和你叔叔特意为你准备的，谢谢你救了我们家淑荣。吃吧，啊，都吃吧。哎，我们呢，也不图别的，就图儿女平安。你能那么护着我们家淑荣，我们谢谢你。来，这杯酒，就算是阿姨敬你的吧。阿姨啊。我应该走的。来，好吃吧，来吃吧啊，吃吧，哎，哎，你看看他，真是把这当自个儿家了，也太随便了吧。哎呀，去去去。我记得，从前你吃什么东西都喜欢蘸白糖，这毛病没改的吧？拿糖。我们家叔叔啊，就喜欢吃糖。那时候啊，什么都是凭票供应的。凭票？对，凭票。咱们家哪来那么多票？所以呀，也没有那么多糖给叔叔吃。有一次呢，你叔叔的一个学生。给我们家送了一包白糖，
舒蓉啊，高兴坏了。从那以后啊，不管吃什么都蘸白糖吃。<笑>我们当知青的时候，有一回大家伙一起包饺子吃，舒蓉就在那儿翻箱倒柜的找，我们就问他找什么呀？他说找白糖。找白糖干什么？吃饺子得蘸白糖。<笑>吃饺子得蘸白糖，我们笑话了他一整整一个下午啊！阿姨，看那点出息。 来，蘸白糖吃。真是难为你，这么一件小事，你还记在心上。哎呀，淑荣的事儿，在我这儿都是大事儿。哎。 阿姨啊，我想照顾淑荣一辈子。您二老能答应把淑荣嫁给我吗？哎呀，你快坐下，你干嘛当着我那么二爷说？戚薇，我们这个女儿啊，样样都好，就是我跟她爸。 把他给耽误了，耽误了。妈，我就想问你一句话，你能不能够始终如一的对他好，一辈子？阿姨，这十年来，我的心中只有他。 我会对他好的，一辈子。那行，我们同意了。好，好事，好事，来来来，我们同意了。敬你们俩啊。等会儿吧，妈。您刚才不是说有房子的事儿要说的吗？是。 我是要讲讲房子的事儿。今天呢，也算是我们老牛家双喜临门呢。上级要分给我们一套改善性住房，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不用挤在一块堆儿过日子了。这是好事呀。按照政策，我们可以分到一套大的房子。我是这样想的。这套房子呢，就给舒荣。 和齐伟做结婚用的新房吧，怎么样？好不好啊？好。来吃吧，大家吃吧。爸妈，你们慢吃，我不太舒服，辛苦了。哎，还没吃饺子呢。吃，吃，来来来，没。 太非同寻常了，没想到，我现在有了你，还有了一个房子，我一个劳改犯，居然现在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。我，以后不许说什么劳改犯不劳改犯的，那都是以前的事了。从今往后没有劳改犯，只有幸福的齐伟跟牛叔荣，听到没？ 记得我们以前在部队的日子吗？记得呀，我这时不时的就能想起来。我也很怀念我们在部队的生活。那个时候我们有自己的空间，自己的小屋子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多开心啊！新梅。
我这还是第一次听你说怀念部队的生活，我还以为啊，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，你都不愿意提呢。哎，你记不记得，这每天起床号一吹，我扑棱一下就从床上蹦下来，倍儿有精气神儿。啊，还有咱们去那个食堂吃饭，那都得排队，但有什么咱们吃什么。你最爱吃那个糖醋小排。陈国，嗯。我最怀念的不是这些，我最怀念的是那个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房子，可以过我们的二人世界，你懂吗？我们现在住的也是自己的房子呀。那不一样，我们现在住的是你父母的房子，这房子里有你爸，有你妈，还有你妹妹，我怎么着都像是一个外人，我只能待在这个几平米的房子里，哪儿都不能去，哪儿也不想去。看，新梅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你可不是外人啊！哎，是不是妈有说什么话给你气受了？妈上岁数了啊，这老小孩老小孩嘛，回头我劝劝她啊。那好，你就去劝劝你妈，把那套新房子给咱们吧。啊？不是。那刚才吃饭的时候不都说好了吗？那房子留给淑荣结婚用。那叫说好了吗？跟谁商量过呀？他问过你的意见吗？要是真有新房子，那不应该先紧着你吗？你是长子。喜梅，你要这么想的话，那有点过了啊。那房子是妈的，妈愿意给淑荣，愿意给我，那都得听她的嘛。再说，淑荣是我妹妹。是，你当哥的心疼妹妹，愿意把房子给她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这房子要真是给淑荣，那也好了。问题是你妹要嫁人了，嫁的是那个劳改犯。你听说过哪家嫁闺女还送房子的？咱们家淑荣是赔钱的货呀，我们总不至于大方到把一房子白白送给一个劳改犯吧？是，那齐伟他是劳改犯，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那谁让淑荣她铁了心就爱上齐伟了呢？那齐伟也就快成为咱俩的妹夫了。就算为了我妹妹，我也愿意让他们住这好房子。咱们俩以后有了孩子呢，你还打算让他住在这个又冷又破的小屋子里吗？喜梅，我知道你跟着我呢，受了很多委屈，但是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努力改善咱们的生活条件。可是你要说现在让我去抢淑荣的房子，我这当哥的我真干不出来这种事儿。新梅，咱们不聊这事儿了，好吧？先把这热水喝了，要不然等一会儿凉了之后，你胃就硬更难受。来，你知道我胃为什么不舒服吗？怎么了？因为我怀孕了。什么？新梅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怀孕了。我们的宝宝会在这个小破屋里出生，在这里长大。陈国，这就是你当初给我许诺的幸福啊！不是，那你怀孕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？我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你的。我有了那个孩子，我特别难受。我觉得我们没有资格做他的父母，因为我们没有条件给他足够好的生活环境。所以我想，我就偷偷把孩子拿掉了，我一个人难受就好了。
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来过，他走了你也不会难受。你可不能这么干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，新梅？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。我直到今天你妈说会有一个新房子开始，我真的觉得才有了一丝希望。我觉得我们有条件可以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，为什么不去争取呢？我现在要去争这个房子，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是为了我们的孩子。新梅，你怀孕了，对不起啊，我误会你了。行，那我跟叔叔说说去。我试试。哥。啊。啊。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啊。正好我有事儿跟你说呢。是吧？嗯。好，那行，那你先说。我跟齐美啊，我们俩聊了好多事儿，一下子觉得生活特别有奔头。是吗？都聊什么了？厂里不是给我发了一笔奖金吗？齐美打算用来做一些小买卖，这样肯定比清洁工赚的多嘛。挺好。我们还打算用剩下的钱装修一下新房子。齐美说家里是一定要安地砖的，一个是干净，二来屋里亮堂，地砖还能反光呢。是反光。哦，对了，哥，你不有事要说吗？你说。啊，那什么，那个新梅啊，怀孕了。真的呀？你可以呀！哎，爸妈知道了吗？小点声，还不知道呢。所以想跟你说什么呢？就是。我这开不了口。哎，你说呀。啊，就是，你看你能不能把那房子让给我和新梅？叔叔，你也知道，新梅嫁给我呢，受了不少委屈，也吃了很多苦，我就不忍心让她。在这个环境里边生孩子坐月子，实在是于心不忍，所以你看，哥，哎，我这些年。我也吃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多委屈的。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只要我们单位一给我分房子，我跟齐伟马上搬出去，把房子再给你们好吗？陈国，这都这么晚了，你赶紧回屋睡吧。你一直抓着舒荣说话，你让他怎么休息啊？淑蓉，你要是现在不困的话，我们聊一聊吧。我们俩能聊出什么好结果？我看大家还是回去睡觉吧。明天我起不来，你也不会帮我请假的。淑蓉，其实咱们俩早就应该找一个机会好好聊一聊。
我想跟你说说你跟齐伟的事儿。结婚嘛，是一个女人的终生大事。我想以嫂子的身份跟你聊聊，你就当给我这个机会好吗？听见了没有啊？听见了没有？哎，别为孩子操心了啊，睡吧。关于你和齐伟的事儿，我有几点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你的。第一，齐伟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，他要是跟你结婚的话，你就是他的至亲。但是反过来说，一旦你们之间出现任何的状况，他无牵无挂的，没有任何外界的压力，完全可以一走了之，你就吃亏。齐伟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相信他。第二就是齐伟的身份，他坐过牢，吃老板饭。当然你们现在是真爱至上，什么都可以不顾，可是你们要想到以后结婚了，他的这个身份会伴随你们一辈子，而且会成为你们生活当中一块巨大的绊脚石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把你们半个人仰马翻，鼻青脸肿的。所以我希望你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，承受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。这个问题我早就想好了。第三呢？第三就是我跟齐伟的关系。我知道我跟齐伟的过去你多少会心存芥蒂，但是我希望你看到一直以来我对齐伟的态度也是清清楚楚的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我对齐伟早就没有任何感情，那真的是过去的事情。现在在我的心里，在我的眼里，只有你哥哥牛成国这一个男人。我希望你相信我。我是真没想到你会跟我说这些。我也没想跟你说这些，这是你哥的意思，他一直都很担心你，谁让你是他唯一的妹妹呢？一开始他也完全不同意你跟齐伟在一起，他怕你会吃亏。可是他也知道你只认准了齐伟这一个男人，也没有办法，就只能祝福你，希望你幸福。这些话是他让我跟你说的，他让我来劝你的。我只能说我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为我考虑这么多。可是心美，你知道的，我从17岁开始就爱上齐伟，这么多年我只爱他一个人，所以你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我根本不会在乎的。那就好。不过作为过来人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吧，爱情和婚姻生活完全是两码事。女人总以为是嫁给了爱情，最后却被生活折磨。我一开始也是因为爱情啊，就跟着你哥跑到山上部队生活了。你哥才是真的吃了苦，他常年在山上执勤，就落下了风湿病，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，半夜都会被疼醒。我哥他有风湿病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他怎么可能让你知道？
你哥人的脾气就是这样，有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，说出来只会让爸妈和你担心。但我是真心疼他，他要是还在这儿又冷又湿的老房子住下去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明白你要说什么了。这样吧，只要我跟齐伟好好工作，我们俩很快就会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的。只要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我们马上就搬出去，把房子给你们，好吗？叔，你也知道这不可能。等你们分到房子，那得何年何月？就凭你还是凭齐伟啊？还是齐伟给你画的一张饼啊？他是不是跟你承诺很快就会有大房子住？我以前跟他谈恋爱那会儿，他也整天给我画饼，一会儿说以后要挣钱买个小汽车，一会儿又说带我去大城市生活，我们还说要环球旅行呢。赵新梅，现在跟齐伟在一起的人是我，现在他爱的人也是我，你们俩的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，我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提起。好，我以后都不再提了。我就多说最后一句，你哥的关节现在已经开始有变形的征兆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肯定是会落下病的。你要是他妹妹，你就真心疼心疼他吧。就是担心呢，这个赵新梅打房子的主意，咱们家女儿啊，从小她就单纯善良，哼，我就怕到时候她因为赵新梅几句好话再动了心，把这房子让出去。那可就是让，不也是让给她哥哥了吗？手心手背的都是肉，让给谁都一样。哎，你不喜欢让闺女跟咱们在一起啊？哎呀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这赵新梅抢了咱们女儿的工作，现在她又想抢房子，她休想！哼，只要有我在，这回就不能让她把咱们女儿再欺负了。新梅怎么抢工作了？不是她自己考上的吗？没事，找事儿了，睡觉。你知道什么？你根本就不了解具体情况，你太不了解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里的事儿。不跟你说了。哎呀，气死我
着了，感觉今天有心事儿啊。齐伟，我打算，我在想要不要把房子给我哥。你要把房子给赵新梅？为什么呀？我哥他关节炎犯了，再加上赵新梅她怀孕了。她怀孕了？为什么要把房子给他们呢？就算呢，我反对。其实吧，我觉得你别觉得。赵新梅是什么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赵新梅。哎，你就算是把金山银山都给他，他照样觉得这事儿是他应该得的，这是他凭着聪明才智得来的。他觉得你依然是个傻瓜，是被他耍得团团转。你为什么要把房子给他呢？你说的我都知道，可他现在不是怀孕了吗？再加上我家这情况你又了解，我再想想，还不一定呢，我再考虑考虑。对了，你是不是要做小买卖了？啊，货都已经寄完了。觉得不管怎么说，应该比扫大街能多挣点吧。我老觉得不是很踏实呀。我总得多挣点钱呢。我得让你过得好啊，我得让你比赵新梅过得更幸福啊。我就是不愿意你什么都要跟赵新梅比。不是要跟她比，那就好像你在城里扯布，对吧？扯布你总得找把尺子去量吧，去比着看你扯了多少布。那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运转的呀，你总得有个东西比对着，你才知道你别的事情干得怎么样啊。那刚好他就是那把尺子嘛，那我总得比较着才能够让你知道你过得好啊。吃醋了？我才没那么小气。哦，小娇气包吃醋了？谁？我没有，娇气包吃醋了，我没那么小气。没事，叔文，我来扫吧，你不还得忙着准备结婚的东西？哎，不用，让他干吧，这才哪是哪儿啊，下面他还得打扫新房呢。啊，那我擦桌子。哎呦，这还是你过门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你打扫卫生呢。哦，对不起啊妈，我之前工作太忙了。是啊，亏的是你呀、啊，要不然现在忙的就不是你，而是我们家淑荣了。哦，对了，妈，我想起来，陈国还有件衬衣我没烫呢。陈国，你妈现在对我是越来越过分了啊！她现在是揪着我不放了，是吧？当初我是凭自己本事考进厂里的，有什么问题呀？哎，更何况我现在跟舒荣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，他升职我降职，你妈现在这个态度那就是落井下石。行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。那个岁数大了，难免有时候说话呢就不中听。但是我妈这一直以来对你和舒荣都还是一视同仁的。是吗？你摸着你自己良心问问，你妈对我们真的是一视同仁吗？要一视同仁的话，为什么我们没有新房子住啊？要是你妈真是一视同仁，行，你去跟她说，
让咱们住新房子。新梅，你看你，陈国，我跟着你吃苦受罪，我认，谁叫我是你媳妇儿？但是我不想我们的孩子也遭这份罪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行，我去，走啊啊，别生气了啊。别在那儿啊，不如水凉不凉？我帮你洗。不用。那帮你打肥皂。不用。那行，我等你洗完，等你洗完帮你晾去。我都说了不用了。行，那你看我能帮你干什么？哥，你好歹也是部队上堂堂的排长啊，你为了一个赵新梅，我看你这样我特别难受。叔，你哥我也有难处。哥，那你能不能也为我考虑考虑？我也有我的难处的。哎，楚荣，那我帮你洗了啊。我还真以为你是来找你妹要房子的。没想到是在这儿学雷锋做好事。不是，新梅，秋梅，哎，你辞职就是为了这个吗？这清洁工怎么说也是靠劳动和汗水赚钱，你弄这套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才是不得人道。什么正道不正道的呀？哎，孙主任，您看看家里缺点什么吧。这个袜子是纯。错过啊！来看一看啊，这都是从正规渠道进的，都是正经八百的东西，价廉物美。爸妈，这两年我工作也攒了点钱，我想好了，这里边的钱啊，一半给你们俩，另外一半你就给我包红包当我的嫁妆就行了。不行不行，这怎么行呢？我们不能花你的钱啊！你攒点钱挺不容易的。你嫁妆的钱呢，我们都已经给你攒好了啊，你放心吧。真好，放心吧啊。那个，叔叔啊，那个房子妈不是给你们了吗？嫁妆钱我看就算了。你还真别说啊，咱们俩结婚那会儿，那可真是什么都没有，更别说是房子了。就我一个姑娘家，还倒追陈国呢，跑到山里头去找他，那图什么呀？什么都不图，就图能跟陈国在一起呗。没什么就没什么。是，所以那个，妈，咱们是不是再考验一下齐北？
点小事知足吧。什么叫小事啊？这么自私。